Sammy 甄秀文去年举行的 Love Me 演唱会盛况空前，最近推出的 DVD 也是火爆非常，销量高达150,000张。今日 Sammy 在香港观塘 APM 大堂举行 APM X Love Me 甄秀文 Sammy DVD 元宵签唱会，以劲歌热舞回馈广大歌迷。我相信现场很多朋友呢，你们都有份的，即是信望爱系列里面呢，即我想你们一可能有我武器会远发，抢了手中的十架，用力量感染众世人马。使用正义士兵，听见的叫声，睁住的眼睛，等见的救星。究竟这经验只因一条短短的路，想不通点解无人会知道怎样去做。你睇见毁灭，正睇见创造，很贵真嘅话会睇见一条光明的路。因你生命就有生命好引导。在欣赏 Sammy 的歌声时，一位广州来的忠实粉丝当场流下热泪。 Sammy 坦言，从粉丝的眼泪中感受到了他对于自己的守护和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爱的独特方式，很感谢这位歌迷给予自己的感动和支持。我想就是你爱一个人有不同的表达吧，有些人就是很热情，有些人有呼叫， 有一些人就会流眼泪。那我没想到这个广州来的歌迷他会那么的感动，所以我看到他流眼泪，其实我心里面是挺感动，虽然我是笑，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，因为我知道这种是爱。元宵节也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之一， Sammy 却早早约好了一大帮旧同学和自己共度佳节。为了安慰还是 Sammy 的单身之痛，所有练习者都被要求不许带男伴陪同，十分搞笑。至于心目中的理想男友， Sammy 还是坚持着沟通能力最重要的原则。其实我的情人并没有一定的一个形象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思想可以沟通，然后他可以包容我的缺点。如果可以包容我的缺点，我想可以发展的机会会比较大。当然有约了，我约了我的旧同学，都是女的，他们有结婚的，有的还没结婚，有的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包罗满油的。今天晚上所有都是女孩子。